来，你就你刚刚做的做给他看。啊！来，他做的都不一样。好，来，地中土来，准备。大概像就可以了啦，这个你专门的啦。OK OK。对不对？恰恰，恰恰是。三分钟 ，Ready，Go！ 升八，好，可以，来，几个字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打棒球，四个字，排名比赛，林飞扬，错，大名大名，答对，耶！好哇，我看到，好，可以，等一下，不要。好，可以来。哇，三个字，一种职业。哇，运动员。哇，等我。啊，超帅。这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。四个字，也是一种职业。你脚不能停下来。可以，来，来两个字，摔跤，哇，太大了，他的情况都蛮怪的，继续，三个字，切一半，5、4、3、2、1，你刚回答什么？魔术师。好厉害哦你！我们很强哎！三分钟当总共答对几题？7题。你们真的是开路即巅峰哎，对不对？这个以后当示范带。来拥抱一下哇！你抱我干嘛啦？后面脸都绿的。他被放弃了啊。对。但是刚刚看下来哦，这个 MVP 应该是短金。短金，对不对？很厉害。真的。对呀，刚刚我说你很壮这个事情，我收回。不要再讲第二句了。好，来恭喜我们立雄组，来，对，我们邀请来朱红组来就位。朱红组，我不会跳舞。哦，恰恰你会吗？来，恰恰来，这样子是吗？来，我包，来包的。其实有啦，探狗，上怎么跳？怎么又是恰恰？计时30秒 ，Ready Music。好来，计时3分钟 ，Ready Go！ 摇滚，我们这个就是解放偶包的节目，可以脱掉，我们来笑，脱掉比较快了，来，你的肌肉，可以，有什么关系啦？来三个字，小胖好不好？
为什么都不听答对就知道答对了？有芭蕾，可以可以。Classic， 有，很棒的，很棒的。哦，对呀，第一次碰到有人叫他不要跳，他还要跳，四个字。不是四个字吧？四个啊，五个字，五个字。打麻将，你报答案。回转寿司，一个玩乐的设施，四个人才能玩。打麻将。不是不是。五个字。是不是是游乐设施怎样？游乐设施打麻将可以用的。原来游戏黑洞是零啊！哎，什么？电动麻将桌。放弃，要放弃的对。来了来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快给我快给我！三个字。好明显哦，一通一通的。到。我跟你讲哇，女神到。叶问。国术。你叫我，你叫我。不是不是，他是国术。女神到。来，所以要讲。都猜到。来讲讲一个答案来。一种武术。那个可是我不知道那什么木桩啊。那个叫什么木桩呢？叶问的什么？叶问打的，我知道那个东西很多，一根一根，然后这样子这样。对，那是什么？三个字。什么拳？什么拳？鱼翔拳。不是不是，有一个捷运站，有一个捷运站。咏春拳。那孙悟空仅仅回答三题而已。三题。我有机会，我们可以。你们超过三题就可以吃东西了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不要难过了，点点而已。来压轴，终点组。来。六，对，我觉得这一组战力好平均哦，强哦，对呀，有两个外国人，对呀，题目手下留情哦，注意啦，来，好，来，计时三分钟 ，ready， 跳起来，高赞，是这种吗？啊，有，来，椰子，来，三个字，来，钢铁人，对。怎么那么强？来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这个你会跳吗？动起来！哇，好强哦！看题目，快看题目！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云霄飞车。打！三个字。打！打对了！打对了！他打了什么？飞行伞。飞行伞。对对对。飞行伞。狼在，狼在。哎呀，可以耶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舞都可以！哎呦呀！来了！站！题目全掉，继续掉，继续掉！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拉面，拉面，接近。拉面，好啊！火锅，火锅，火锅，完蛋，完蛋了！对。跟你提示，他在煮什么？泡面，煮泡面。啊，你怎么帮他回答？煮泡面，煮泡面。对了，煮泡面。煮泡面，对了。来看一下题目吧。感觉跟中岛一样。四个字。什么？倒数一分钟。乒乓球，四个字。难怪丰田接不到戏。你的演技好拙劣啊！好，成功了吗？杨师傅！干嘛呢？后面有我的脚啊！杨师傅！想要知道更多女孩好友私底下的日常吗？赶快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留言，为我们加油打气！拿起手机下载浪 Life， 我们都在上面。心一跳，聊天、唱歌、打游。
游戏、画画、烹饪、打高尔夫，还有女孩们都超喜欢的算命，以及特定主题的主播变装日。那我呢？我喜欢直播的时候吃饭、睡觉、打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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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知道女孩好野的女孩们与啦啦队员的另外一面吗？更多精彩才艺、最优质的直播平台都在浪 Life 直播贴歌聊天，送火箭给我哦！满满的出场歌手，还有街头艺人的精彩直播，也都在浪漫直播等你哦。跟棒球有关？什么？棒球的一种棒球？一个字。完蛋了！他们吃不到东西了。垃圾，怎么出局？快，他挥几次了？安大，来了，出局，来了，喝茶，一记。三个字，泡茶。我还没看到是什么。最后了，来最后几，让他表演完。朋友，三个字。朋友，无量之战。暴龙。暴龙。不是，三个字。就是哥吉拉，哥吉拉，我以为是侏罗纪。这一题不算，那其实已经过时间了。哥吉拉，因为你那个他们两个外国人。哥吉拉，你那个表演有点不太像。哥吉拉怎么表演？来，多惠，哥吉拉怎么表演？来，音乐给多惠来，哥吉拉来。你是尿吉拉吧？你看看短筋的，短筋哥吉拉，拼了！哥吉拉1-1的哥吉拉。成绩单公布出来了，好的，好，火烫烫的哈，来，朱红队获得3分，丰田队可惜了，四分，第二名，7分，我们 OK 的第二名，丰田队跟地动队可以享用我们的超人气萌系霸气点点。来，刚刚讲的抹茶山就在那里，抹茶山下。所以它这个玻璃咖啡屋啦，啊，就在田中央。哦，对，这里真的是网红打卡的圣地。真的吗？你随便进去啊，网红请举手，全部举手。大家想看网红来，网红要举手，网红好多人哦。对，哇，超多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看吧，都是网红吧？网红。哎，阿老板，我远道而来，你有没有推荐我们要吃？我等一下请你们吃拉面。还有蘑菇，来这里吃甜点，你们等一下就知道，来，等一下就知道，卖关子，等一下就知道拉面跟蘑菇有多好吃了。超像的哎，来懒懒示范。哦，我一夹腰嘞。怎么样？哇，那个面体全部都是慕斯哎，我还没吃到下面的蛋糕。被他骗的啦，我也不知道，怪不得他的表情怪怪的。你可能是要用叉子吃吧？会不会？对，来，你要有那个广告感。哇。为什么男生的喉音？对，你怎么会变男生啊？对面蘑菇嘞，蘑菇变男的，蘑菇，哦，有了广告感，哦，哇，它是什么口味啊？提拉米苏吗？冰男女嘞。
精灵哦。等等，都会都来，都会都会，还有还有一个小吃，来来都会。他把香菇变不见，太冰了，是不是高估自己呀？太冰了，出发啦！好，太王，前进地走，我来了。你放松，你要放松，我要往前走。然后没有感觉，感觉到我了吗？有。进行我们的体验游戏啦，这个游戏叫做我们要一样，我们超有默契。三位队员在海上魔毯上由沈 PD 出题，依序比出定格动作，动作一致即可得分。赢了那一组可以享受宜兰美食大餐。哇！输的那一组不得了了，可能是本集最残酷的处罚，通天地狱。爆辣冰淇淋，好，来，我们第一组丰田组准备了，准备，来，第一题比爱心，好，丰田，都会，室内，来，你们睁开眼睛看对方，啊，这个什么，爱心。没得分，来第二题，听好了，啦啦队，来音乐，我有，好，来睁开眼睛。烂咖，来睁开眼睛，三个烂咖，三个都不一样，我问你呀，我问你呀，啊，来第四题，来请闭上眼睛，洗衣服，好威啊，好，来睁开眼睛，不一样，有吗？你衣服，那多会是在拧衣服，对，不是，你那个动作拧衣服，我是衣服，韩国人衣服，不是不是，心机独立，太爽，太爽。
题目是哥吉拉。好，睁开眼睛。好，先丰田队以一分领先，因为只有他一分。好，来下一队就位。我们狮王组啊，应该很容易过关，因为丰田他们只有一组。来，三位准备啦，第一题，李小龙，音乐。非常好，哇，真的怎么这么有默契啊？很强哎，互相看一下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是要打架的意思？你到底不知道你没有看过谁是这样打啊？啊，这样子。来第二题，来请闭眼，扮鬼脸，音乐。太可怕了！好了，你们睁开眼睛看一下。狮王跟人家不一样，狮王你还是有偶包。林夏，你叫他鬼一点呐、啊！来，你学林夏。哦，有。第三题，这个应该是送分题了。好，题目是打麻将音乐。好，动作停住，不要动哦！真的是你们太一样了。来，睁开眼睛看一下。你又跟我不一样。李相，哎，我昨天就有比那个打麻将动作啊。对，那帮我换个位置。这已经被标准到好，你们缺几位置看看。来，第四题的题目是舞娘。好，非常好，来，李相。孩子，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为什么他是舞娘？因为我们只要想办法弄到一样就好了。因为刚刚你现在偷看自己的。偷看他。那你怎么跟他比呀？我是说拜托拜托。我真的很多拜托。他明明就舞娘，他就跟我说我跟你们又没默契的。好，来第五题，题目是来一遍装可爱。好，来，完蛋，李湘，你看一下师傅，没有啊，差很多，你那个是两根手指头，子怡那是一根，那李湘跟你们两个就全部都不一样了，一二三，不一样的，正式宣布苏红组全军覆没。这个游戏厉害了，到目前为止啊，丰田竟然以一分领先，一浪还有一浪烂，对一题，这游戏太难了。对，好，来，请闭眼，第一题，简单完全送分题哦，马杰森，立冬。好，不送分题，不送分题，好，不定住，不要动。来。立冬，你睁开眼睛看两个人，其他两个人。睁眼睛。你看吧，本来要送分给你们的，哇，好有立冬。好，来第二题，来请闭眼。金鸡独立。快点！只有三十秒。
三题，请闭眼来。题目是打篮球。好，大家听完这个题目，好，非常好。来，立冬先张。是。好，全部一起张。你们看立冬做什么动作？对啊。哦，又要打篮球，又要投篮，好想投篮。打篮球是这样打嘛？第一个想到就是这样打。第一个想到是投篮呐。投篮。哎呦。来，第一题，这简单的啊，这个只要有童年人都知道。小飞象音乐。关键，好，来关关键了，好，睁开眼睛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好值得大家哈晚上好好的睡啊，到处参观。再次谢谢执行长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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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欢迎大家来。好地方，谢谢谢谢谢谢 my brother， 谢谢 my son， 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 my daughter， 谢谢 my。OK OK， 来，这个游戏呢是我们跟年轻人都在玩的聚会游戏，超多的全民 Party APP 合作推出同款线上聚会游戏都在这里。这个游戏叫做什么呢？同学指挥官，我们三组竞赛哦。第一棒看谜底口述，然后叫第二棒摆动作，第二棒呢就同步这个上面一个步骤，第三棒就回答啊。每一组呢有三题的机会，答题最多赢家呢可以享用国宴主厨无菜单料理，最输了一组将有处罚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次选队友呢，有稍微一点不一样。我们请三位外国的朋友啊，外国人真的吗？还有，好，你们要猜拳，然后优胜者呢可以先挑选队友。哇，有吓到吗？吓到。好，来，三位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好赢！来来，你们两个继续猜。剪刀石头布，来决定四位。好，来，多位先挑选第一位。兰兰，好，兰兰，来一起，好，好，来，那佩德罗，你挑选一位。不要！为什么？感觉不好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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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没有的。可以。啊，师妹。哇！来了。来，谢谢。哎，你现在越来越放得开了哈。啊。前面还会演一下，这种还会坚持啊。现在已经完全不演了。大家现在要选我，我都很开心。OK OK， 不要我就好。OK， 阿佩德罗选你，你也好吗？可以。跟张立东。不要一大包。哇，哎，小物主哎，传统物主哎，传统尊重。小物主男人帅。来，都会继续选择。小一聪明的啊，小一聪明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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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一不是。干嘛？你很惊讶吗？你不想去是不是？干嘛？真的是这反应。被主人讲，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是猛男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决定要选谁呢？不要用讲的，你要抱怨猛男的粉丝，过去就把他抱过来。哇！强暴美女，强暴美女！哪里哪里？抱起来！哇！对啊，猎到了！猎到了！猎到了！散户猎到了！他恐男症就会更严重了。我会不会被告？而且他是双手这样子，西班牙都这样啊，这比那个玛雅更可怕。真的有 feel， 他真的吓到了。真的有 feel， 刚最输的是我。好，来丰田组就位。好啊，加油。好啊。啊，讲归讲，也不能无极限的一直讲啊，二十秒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好。来揭晓第一题，哇，这简单到。很简单，这个稍微有一点天分的人，五秒就够了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可以哈，来计时，拿出来用，二十秒，可以。啊，站着，然后呢，左右手放在妹妹那边，然后走路，
走路，然后呢右手往后，然后呢往前走，拖一个东西，拉拉拉拉拉拉拉，边走边走，走走拉走拉走，好，时间到，来，耳机拿下来，耳机拿下来，好，计时开始，站直，双手放你妹妹那边，对，然后右手放屁股后面，右手放后面，然后身体前后前后。拉拉拉，然后走路，顺便走路走路。对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准备走起来很顺啊！来，准备。相信你心中已经浮现出那个答案了。是人吗？对，是一个职业，请作答。职业？嗯。他会讲大话。这很明显，很明显啊！很明显呢。很简单嘞。来，随便答一个，搞不好就被你蒙到了。请作答。云哥，我什么时候会这样？这个职业是云哥，这是一个职业吗？职业，一个职业。云哥，空服员。空服员。把两只往后拉那个啊。哎，行李箱啊，不是你放后面，放后面，然后要拉拉拉，然后要往前，要拉，后面要往前。对，前面的时候是干嘛？你们要不要考虑换棒？你讲给小英听怎么样？哦，可以哦。哎，知道知道。我觉得丰田的那个悟性比较高一点。好，超级简单，超级简单，简单，超简单。哇，这个简单，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简单了。哦，我觉得用口述好。知道了哈，计时二十秒开始。来，蹲低一点点，然后右手举高。然后转圈圈，右手右，对不起，右手右手转圈，右手转圈，右手转圈，然后上下上下，身体上下，右手转圈，右手转圈，然后右手往外丢，往外丢。好，时间到，来。完蛋，蹲低啊。然后右手往上伸直，然后右手转圈圈，然后上下上下。上下上下，身体上下上下，然后丢出去。哎，六五，有哎，时间到，来，请作答。这个是牛仔。哦，你觉得呢？是牛仔。你是不是听到他的答案才知道？我跟你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在那个什么，他以为在那个啦，天魂吧，擎天宫那个啦，居然拉回天魂。好，标准答案西部牛仔。厉害！好厉害！小玉，很像自己牵自己猴子这样。他还可以怪答正常吗？没有啊，是听你的答案。他是听他跟我们说答案。我今天哇，眼睛一亮了。他在哭哎，小玉是最后一棒啊！哎，小玉的话，你不是最后一棒。好，来准备了。来，这一题是。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来，计时二十秒。双手，双手平平的，然后往外张开，对，然后你转圈圈，哦，一直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转圈圈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时间到，来下一棒，哦，好晕啊，计时二十秒，哎，双手平举，往外，然后一直转圈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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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对，啊，这个不是，就是这样，没了，没了，越来越快是重点，一个职业，越来越快啊。来，答案，竹蜻蜓吗？竹蜻蜓，竹蜻蜓也可以，要不然就是旋转木马。OK， 那你觉得是什么？你再比一次，你再比一次，你再比一次给他们看。反手举高啊，对，你自己比，你自己比，对。对啊，啊，直升机啊。那如果是你直升机，你会怎么比？可能要放在头上吧。然后呢，你比看看来。对，这个怎么形容？这个怎么形容？在头上滑手，对，在头上滑手，太难了吧？然后可能要蹲着，对，要蹲着，还要起来，然后起飞，起来，对，起飞，要起来。那小英，你比一下直升机。他可能会先蹲着，然后先拍胸部嘛，对，蹲蹲蹲蹲。好哟，好哟，好哟。啊，对对对，好，丰田组答对一题，来下一组就位。啊，我特别挑简单的，好不好？
这个够简单吧？哦，这个很简单，太简单了。你看哦，他们全部都说简单哦，这太简单了。这香可能不足。拳头面对自己，对对，往前一点，蹲蹲下去，好了，好了，他们说很简单。在哪里？握拳头叠起来，面对另外一边，用全身推。不是，弯左边，弯你的左肩，弯你的左肩，不是。厉害，这个环境。好强啊！这个够简单吧？哦，这个很简单，太简单了。你看哦，他们全部都说简单哦。这太简单了。香可能不止。哎，知道吗？好，哎，转过来，然后首先先给我一个直拳，然后弯着面对自己，直拳，弯着面对自己，直拳，对，弯着拳头抱自己，蹲下，蹲下，对下，下。他说你直接蹲下。哦，我蹲。对，讲话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刚刚的位置，手刚刚的位置。这样，有点往前的感觉，手有点往前来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对。好简单，计时20秒，拳头，拳头开始了，拳头往前倒，面对自己，拳头面对自己，对对，往前一点，往前往前 ，OK， 蹲蹲下去，好了 ，OK， 好了，他们说很简单，他们说很简单，来，对对，就这样这样，没错。啊，我应该要再明确一点。立冬非常聪明，一定知道。我不知道哎，你试着想看看。试着哎，往前。好，蹲下，蹲下。对，好。你要这种蹲，这是什么感觉来了？想上厕所的感觉。好，你的答案是上厕所。上厕所，上厕所。来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你觉得是什么？沉思者。哇，好厉害！很帅，哥，好厉害，厉害。哎，来来，你来试试看，你来 Q 佩德罗比。你用嘴巴讲，对。你现在在你的胸前比爱心，对，然后把它反过来，然后放在你的眼睛上，对，一个眼睛上，不是戳着眼睛，反过来，你的爱心对，然后变成这样，然后一样，右手往前举，然后右手往前举，举平的握拳，然后弯起来。哦，哇！不是的，要弯起来，弯起来，你弯哪里？看都看不出来的，很奇怪。有眼罩的那个是谁？什么？哦，美国队长哦。哦。但因为还有这个啊，盾牌啊，但盾牌。那你先比划一个盾牌，然后飞起来像超人，就是美国队长啦。不能做桌子，有一个东西啊。盾牌没有，你丢飞碟。就说你做手指向前，然后飞。近一点吧，美国队长比上厕所哎，真的，你把漫威大扑赛哎，不搞错，烂你，好，这题失败，来，好，你现在换棒吧，好，我再挑题，比刚那题难度哈，哇，降了50%了，对，如果再问题就是卡关卡在，就是我们的问题，对，真的就是你的问题，这个一定公认是简单的，啊，这超简单的，这个好简单。送分题哦，但是你要注意哦，你们对的地雷哦，啊，但是男生男生只能用讲的啦。来计时20秒，开始。右手握拳，左手握拳，两个交叠，两个叠上去，对，这样吗？然后呢，左边转90度，左边身体转90度，身体对，然后呢，在我保持平行。然后用力往前推，不是啊，另外一个方向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不是往左边推，往左边，对，哎，哦，好，这样，好，记住哦，记住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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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来下一棒，准备，计时20秒开始，好，握拳头，叠起来，不能，哦，对对对，握拳头叠起来，面对另外一边，对，然后往你的左边推。左边，你的左边，你的左肩肩，你的推推推推，用全身推，不是弯左边，弯你的左肩，弯你的左肩，不是弯你的左脚，知道了，不跟他讲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来，你相信你的理解，你再 repeat 一下，他刚刚讲了，鬼灭之刃，厉害，这个环境，有，所以。玉林哥的招式是
什么？对啊，要演一遍，你要演一遍哦。要演一遍。你要演一遍哦。爷爷，爷爷，你要叫我爷爷，叫我师父，我就是要叫你爷爷。砰啊！雷之呼吸，霹雳一闪。题目一闪啊，都快闪掉了。你看他的故事，我整个背起来了。你觉得是鬼灭之刃？鬼灭之刃。好，艾德罗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我现在也这么觉得。没有啦，不是，你根本没有答案哦。哦，本来还真的没有棒球。哦，你觉得是棒球？对啊，但是答案是以鬼灭之刃为那个。来，我们找一个来，你来，小应。好，来，你是肢体达人，你教佩德罗做一次看看。对。右手握拳，左手握拳，交叠在上面。这样还是这样？对，然后往右手边转，往右边转，然后左脚抬高，然后推往左边出去，推出去，就是棒球啊！哎，我刚才好像很厉害。哎，那证明是你的问题，没有啊？不是，我是打棒球的问题啊。对的，对的，不对。那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你对啊，我一直说往左边推，往左边推。你要告诉我拳头摆错，我一直放在这里推，一直推。我没有说你要放那边，我们是被佩德罗选到。你要说我，因为我放错了。啊！你要打棒球，我打对了。吵架了。好，把握最后一题的机会，如果得分的话，大家可以求一个平手。对 对, 對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题呢，真的是也是送分题，真的哦，送不送分？他对我也没用啊，我就是知道对你没用。计时二十秒，开始。你想到那个字就会想到了。好，来一样，左手握拳，右手握拳，交叠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往你的左后方45度挥，哎，再往右后方挥，嘿，然后挥，好挥。喂，对，喂，然后鞠躬，啊，好，那我知道了 ，OK， 啊，你只要记住，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，你只要记住他教你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棒来，拳头，你另外一个拳头，对，叠在一起，对，然后你往你的左边45度，左边45度，对，然后往你的右边挥，对，挥，用力挥，挥，哈，鞠躬。哎，耶！我猜得到，我跟他姓。哎，但要提示啦，这个提示很难提示。它是什么？它是什么东西？它这个词是什么？对啊，它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舞啊，可以啦。好，可以，它是一个舞蹈，一个舞。来，最后5秒钟。这个很重要，最后一个很重要。四、三、甲鼠，哪里？来，请作答。三振出局。好，三振出局。但是它不是一个舞。哦，那你就三振出局了。我没有答案。佩德罗觉得是什么？最近很红，就那个嘛，什么Namarinonagashi什么。都会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要怎么教佩德罗做？指挥他。剪刀石头布。布，两个手布。石头布。对，两个手也布。布。还有，开一点。开一点。还有你的右边右脚往前一点。还有什么？没关系，等他讲完。剪，两个脚剪。啊？剪刀石头布剪。剪刀。剪。啊，剪刀，哎，石。哦，石。啊。好。你这花钱会输。还有，蹭，这不是。需要手蹭。手蹭。只有手转。哦，手 turn。对。手转。对。手。三考四路吧。继续吗？算了，因为他没办法，他听不懂你的意思。好，全军覆没。啊！哦，题目难，都蛮难的。就会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哎，有的题目看起来简单到爆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怎么去说明它。对，而且有时候理解的人理解错就完蛋。对，啊，讲的对方听不懂。对，啊，完蛋了，都会。左手握拳，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弯。剪刀石头。好，你自己。啊，另外一个。啊，右手。啊，往前打，往前打。他完全知道在做。两只脚前后站。好，前后站。
拳头，然后合在一起，手腕叠在一起，上下，手腕叠在一起，手腕抓到了。很难说吧，它很容易，但很难说。太多方式，对，没有一个标准。准备计时20秒，开始。左手往握拳往前伸，然后往你的胸口弯。对，然后右手举起来。右手举起来。对，然后往前指，往前伸。对，然后再往下伸，往前伸再往下伸，缩回来，不是，要缩回来，往前伸再往下伸。哇，对，往前伸再往下伸。厉害。对，往前伸再往下，然后要伸出去。对。好，时间到。对，来，第三方准备计时20秒，开始。你的左手往前伸，左手握拳，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弯，弯回来，那个手心，简单的，石头，对，简单，简单，石头，喊你自己啊，另外一只右手啊，往前打。韩国人再给他加10秒钟，往前打，而且你的耳塞要不要拿下来？右手握拳头，他往前打，然后那个左手也是拳头，左手也是拳头，但是左手要贴在你的胸前，左手要贴在你的胸前，完蛋了，右手打，完蛋了，好了，各位，别害人剪刀石头布，它是一种工作，也是一种职业，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。打人，好，可以，他也是一种动作，黑道，对，黑道，啊，所以他的职业是黑道兄弟。我觉得短金应该没 get 到，也没有，也没有。好，哎，好有钱，为什么要这样？短金很强，短金真的很强，姿势很标准，厉害。对，答案是拉拉队。糟糕，大月。管军变宪兵啊！你们考虑换棒好了，换棒对。讲好像也好了，我真的在，我都会中间啦。你跟管军换也对啊。好，我换。好，也是他们题目的属性都是这样，都是看起来很容易，但是比要怎么说明有点难哈。来这个，简单的，这个很不错，这个很赞。有感觉的哈，计时20秒，开始。你那个两只脚前后站，好，前后站，有点微弯，两只脚微弯，然后上下动，然后那个你的右手跟左手，那个两只手，你拳头然后合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叠不是，两只手的那个手腕叠在一起。手腕叠在一起，上下，手腕叠在一起，抓到了，我觉得你 get 到了，好像有了，的确，就你所了解的，让都会感受得到。计时30秒开始，两只脚前后站，来对镜头，都会，两只脚前后站，站，两只脚前后站，脚，对，然后两前后站，前后，对，也 OK， 两只手往前，手往前举，啊，对，然后上下动，你咚，两只手分开，两只手分开，刚刚那样，对，然后右手举起来，跟左手合在一起。哇，这什么？我觉得另外一种是懒懒。我觉得太会形容了。不是，因为我要讲他听得懂的语言，我不能讲那么快。你再讲一次。江南。你再讲一次。这是什么舞？这个 style PSY 江南 style 这个。当我把江南 style， 我不一定对哦，你觉得是？你觉得没有吧？你刚刚怎么比？你那个明明就是蚌壳舞，你刚刚自己都觉得是你失误了，好不好？你只是刚刚弄这样的，这样不对吗？所以手要合起来哦。对，它上下动不是这样吗？我就合在一起。他叫你合在一起上下动。就是蚌壳舞啊，鳄鱼啊，要不然你干脆是鳄鱼。对啊，阴错阳差竟然，欧巴 Gangnam Style，
一人救全队，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对呀，哎，你救了懒懒，真的。对，嗯，因为我这样子，好奇怪的。好，来这一题，关键中的关键，来先给你们看，这个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他应该会。李洋壮，可以，来计时20秒 ，Ready Go！ 啊，那个两只手笔直的，啊，那我不不不，两只手都不，然后那个那个往右边，往右边，两只手都往右边画，然后再往左边，哦，哎，我刚刚又抓到了，又抓到了，就这样吗？其实这样就有了，来计时。30秒。面对前面，两只手不举起来，手不对，两只手，一起，然后往右边画，两只手一起，两只手一起往右边画，同时往右边画，再往左边画。还有他的想法。对，再往右边画，再往左边画。他不想被你操控哎。手一起。对，好像是他自己的舞蹈哎，是他自己的舞蹈吧？小不停，他有他的想法。我真的给你一个提示，他是一个团体，不是20哦。亚洲的。哎呦，来了，准备冲！他在找他的歌词库开始，而且他会翻白眼的，这样他在找资料的时候是翻白眼的。兰兰，你就你刚刚做的做给他看。哎，跟他做的都不一样，歪掉了，整个歪掉。两只手一起，这样，像。他自己配音乐，那你还配什么都可以。我已经换了边啊，切换到那边啊，这边买单。对，你要自己配的话。团体，春夏系的 Girls Generation。少女时代，少女时代，对，好，他已经给你跳，他已经答错了。来，如果是他们，你跟你跳，你会怎么跳？我发现我刚刚讲错了。来，那你跳，你自己跳给你都会猜。Ready Go！ 看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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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 ，Frisbee。呀，那是什么？那个。嘟噜响了，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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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对了，这个也对了。对。好，两队同灯同分，那就一起享用各位端午哦，吴国健、吴菜丹、国宴主厨、刘师大的顶级料理。好，丰田组已经就位了。这个棒次安排的非常巧，三星组算是不良组啊。对，丰田主动要站中间，原因是什么？你不会讲，也不会猜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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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你说什么？再讲一次。我说你为什么选择要站中间啊？对，因为我最烂啊，有人看不懂，也有人猜不到的。至少我可以比个动作。好，准备了，来，第一题，来。哦，简单。非常简单。计时30秒，开始。来，一手摸头，一手摸你那边，一手摸头，你的额头在前面，额头，然后一手摸你的那边，对对对，然后脚尖垫起来。再往后，然后侧边，身体是侧的，掉，重复动作，跳，不是跳，跳起来，好恐怖，我知道，血腥啊，而且
答案是 Michael Jackson。你也是这么认为吗？ Michael Jackson。所以我只有你选。来，丰田全套 Michael Jackson。我不会。站长，快见到！站长，快见到！好嘞，准备了。第二题看起来简单，但是我觉得稍难。对不对？这个也。来，计时30秒 ，Ready Go。两只手，然后比那个啊舞，不是。哎，快！比舞的动作啊。比舞，比舞，比舞。手指弯弯，然后你的头顺时针向逆时针，哇哇！哦，嘴巴，嘴巴。上身嘴巴要啊打开打开，然后顺时针绕一圈，然后有动物叫声了哦，严禁撞声词哈。来好。讲话。我干什么？对，来，我真的没有踢过老师，我真的没有踢过老师。双手举在脸旁边。然后手指弯曲，手指弯曲，然后要双你的手心要面向前面，凶狠的表情，然后再凶狠一点，嘴巴大一点，对，然后头呢顺时针转一圈，头顺时针转一圈，很适合这里，很适合这里，对，很适合这里，顺时针转一圈，太好了，丰田应该有答案了，相信你心中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了，大声告诉大家是什么，恐龙，哇，来吧，答案，狮子。地方就是一定是题目恐龙，你被立冬影响啦，因为立冬跟你说跟这里有关啦。好，这一题呢，我觉得对他们两个很简单，对你非常的困难。好，来，题目是，计时30秒开始，右手放腰边，然后往前推，右手往前推。然后收回来，然后再放胸上，对，往再往前推，然后连续做这个动作，哦，啊，再动作再小一点，然后膝盖稍微弯曲，蛮厉害，对，对，一只手，然后身体是侧的，另外一边，别闹，来，不能再讲了，来，你把你的手放在腰间。一只手就好，右手，然后右手往前推，推从腰间推一点点就好，然后放在胸部，放右手放胸部，哦，然后肚子胸部，为什么他做起来好看的？手，他可以分开耶，哦，哇，我跟你讲，手比拇指，好强哦。是最红的三阵舞。好，答案就是三阵舞。对，丰田组答对两题。好，下一组就位。好，来第一题。第一题应该都简单的了。哇，来了！哎，难易度有。我觉得很简单，他长怎样？我觉得算难。计时30秒 ，Ready Go。左手像拿一个水的样子放在你的腰际，右手像拿着山峰一样。不能是这样吧？哦，不能讲那个东西是吗？然后你走路的时候，左拐右拐的走路，对。对。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来，接下来下一方了。左手比一个 C， 然后放在腰间，然后右手拿着一个拳头，然后上下动，对，然后走路有点，对，走路有点七爷八爷的吧，走路有点摇摆的感觉。有哎，有哎，有。Follow your heart， 你的答案快出来了。韩国的 sexy 的，答案是韩国贵妇。韩国贵妇，这一步走的难。你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流氓。所以题目是答案是什么？欧阳，你会气死我，跟你讲。哎，
这个东西很难，好不好？算吧，算。好，来第二题，这题我自己看是觉得简单了、啊，还他们一个简单的。来第二题。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吧？可以。好，来计时三十秒开始。好，双手背后面，然后脖子往前，然后往后，往前，往后，往前，然后走路边走边走。好，双手打开，往后打开，画一个大圈，双手画一个大圈，慢慢的，慢慢的画一个圈，立面的，立面的，面向前面的，圆的面是在前面。后面画一个大圈，然后手闪闪，手闪闪，手闪闪。对对对对对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哦，真的。好，来，唤醒林香。手背在后面，然后脖子往前，然后往前走，一边走的时候，头脖子要一边往前，然后好回来回来原本地方，然后站好，手背在后面，手指头打开，然后画一个圆圈，嗯，哦，平面的平面的，画到头上，然后再画下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再走，对对对。新的角色，继星星之后又有新的，感觉来了，坐着坐着就有感觉了嘛。哪一类？有可能是孔雀，啊，有可能是什么？也有可能是啄木鸟。啄木鸟。在这里不是啄木鸟，啄木鸟在一起，就是没有。应该是讲啄木鸟吧？啄木鸟是什么？啄木鸟。啄木鸟啊！好，那给你选择了，孔雀跟啄木鸟，来，你选一个来。啄木鸟。答案就是孔雀。好，来第三题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简单。好，看到了哈，四人字哈。哦，这可以耶！哇，这个很简单。来计时三十秒。蹲下，两只手握拳。把脚打开，胯打开，不是蹲下的打开，蹲下的打开，然后手放在你的前面，然后抬起你的左脚，用力放下，抬起你的右脚，用力放下，往前，天哪，对，好像哦，这个动作，知道是什么？厉害厉害，这个动作太强，来多做几次就有了，来了有了有了，对，好，对，还有感觉的，来蹲下。然后脚打开，蹲着脚打开，对，然后手握拳，双手握拳放在前面，然后左脚抬起来，大力放下，对，右脚抬起来，大力放下，一直从往前走，对，往前走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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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有了有了，哇，这好难哦，柔柔的，江面，呼呼，可以，笑笑。这样就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好沮丧。来来来，偷偷告诉你，女孩好演的录影控档，女孩们都在玩什么游戏呢？就是这个年轻人都爱的语音社交 APP， 最受欢迎的线上聚会游戏 APP 全民 Party。全民 Party APP 可以聊天又可以玩游戏，随时跟好友一起进到房间。八人同时开麦，即时语音互动，不管是开话题还是聊一些五四三，组队或是随机匹配玩游戏，马上进去，马上就可以找到乐趣哦。女孩最推荐的就是秘密通话，不比话技，比脑洞，话不好也能轻松驾驭。啊，话不好也没关系哦。让我想想，我的同伴应该是他。Yes， 我猜对了，得分。有时间就挑一局进入全民 Party， 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玩的游戏，一万种不同的玩法乐趣等着你来体验。全民 Party， 一起 Happy。蹲下，然后脚打开，双手握拳放在前面，然后左脚抬起来，大力放下，右脚抬起来，大力放下，一直往往前走，对，往前走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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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对了，真的有了。太像了，林香专门这个哈，呼之欲出，来，呼之欲出了啦，来直接讲是什么？他会了，来告诉大家，星星，星掌声鼓励。你都要被他影响，相扑选手，
没有，但是以第一个答案为准。对呀、啊。风田，相扑就相扑这样子啊。对。对。膝盖，然后这样子。对。不会觉得是星星。哦，对了，可能脚脚要画圈。好 ，OK， 银香组非常遗憾得到一分。好，大家非常看好压轴的立冬组，志在必赢，志在必得。来，第一题好，通常就会比较普通简单一点。来，什么？第一题比较简单吗？啊，一般来讲，对，也有特例的时候。来，题目是，哇、哦，这个要怎么表现出来？大家想一下喽。好。哇！计时30秒。两只手比往前比，对，然后拍打，两只手拍打，不是这样拍在一起，左不是这样拍在一起，另外一边像柔柔的，哇！啊！真的好，算了，两只手握拳，先手啦，两只手握拳，对，然后蹲微蹲，脚微蹲，往前很快的，然后左边屁股出来，右边屁股出来，对，然后。再往前，很快的。哎呦！是这样，光左的腿很像。好，算了。好，时间到了。其实有一点点的。来，如果都会够会猜的话，我觉得都会一定可以。先半蹲，微蹲，蹲。哎，对，然后双手平举，双手往前举。你要讲慢一点。双手伸直，伸直。对。两手一起伸直，不是一起伸直，然后往前走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然后快，然后左右摇动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，再做回来，对对对，再往前，然后快速，然后左右晃，哎呦，左右晃，有了有吗？有了啦，有了啦，有什么？有爱，这打来，通灵，大声。康熙，哇，姜好厉害，天才，哇，来，啊，看不出来，我投对了啦，看不出来，那你是你们的问题，你做给他们看，他细节做得很好，来，第二题是。这个，但是多会现在是了解这个意思的状态哦。但这个也好难，这个也很难哎。它也是两个动作，完蛋了。好，来，多会计时30秒，开始。小开始，蹲来，蹲出来，还有，先到学徒步，哥，还有，你的手是下面咚咚，往哪里咚？一直走，咚。咚咚咚咚咚，微蹲，脚微蹲，然后手右手比一个五，对，然后往你的那边一点动，打，一直动，往前跑，脸要吗？脸要动，快的往前跑，然后站起来，跳起来，对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四个字，运动当中的一个动作。运动哦，这个大提示。动，哇，那就是篮球啊，感觉。四个字哎。四个字。对啊，啊，那个已经是一个招式嘛。对对对。弹步上篮。哇，太难了。带球上篮呐。这个很难。还有带三步上篮跟带球上篮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对啦。是。好，在学名上是一样。对啊，在篮球里面。算对吗？我们请监制裁定，真的啦，对的吗？真的啦，好，这算对了，一分，两分，耶，好的，好来，这一题是这个，哇，超难，哇，这个很简单，好，来计时30秒，手指左上方，
左上，左边的上，左上啊，对，然后呢再画到左边下面，更简单一点，往下画，往下画，下，然后再往右，右，左手往右，右，然后再往上，啊，噔噔噔噔，对，然后再往左，然后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，不是，瘦瘦，哎，我昨天讲里面的动作，哦，好，你对镜头，镜头笑笑，哈哈，笑就好，手，哎，他手是怎么弄的？这个吗？哈哈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你放弃的太快了吧？没事。我好沮丧。你讲不是我讲的很简单啦。细一点。细，来，再给你多一点时间来。先不要管那只手了。好，先不要管那只手。你两只手。啊。啊。牵起来，两只手抱起来，抱，牵，对。再开一点，再开。妈妈。再这样，这样就可以。第二，第二个，眼睛细一点，对，小一点，对，然后歪。这是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奶奶会懂。跟他说，耐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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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。他就想听一个。确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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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定了。对，男的吗？完蛋了。左手是上面，左手上面。哦，屁股。左手下面，右下面。没，屁股。右面，右面，左手右边，左手右边，还有上面，上面，继续，继续，上面下面，对，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，很强耶，你的你，还有绿，前面看镜头，小，小，眼睛眼睛细一点。结束了，可以，可以了，结束了，对，厉害厉害，没吧，结束了。哎，这游戏太好玩了吧？他是一个画中的人呐、啊，世界名画里面的一个人呐、啊。那蒙娜丽莎的微笑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你自己感觉啊。因为里面只有一个眯着眼睛的笑，啊，这什么？蒙娜丽。是蒙娜丽的意思吗？蒙娜丽，你怎么解读？蒙娜丽。笑微笑这样子，摩娜丽莎，对吧？那傻在哪里？傻在哪里？傻、啊。傻就是看起来很傻、啊，笑对不对？笑就是傻的意思。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四个字。哎、欸，蒙娜丽莎。对吧？对啦，蒙娜丽莎。太难了啦。好，这题答对啦。来好野的 YT 开放会员喽！赶快订阅，再加入会员，好不好？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物，还有独家影片哦！赶快加入！私密的哦，礼物会留，只有会员才有。有你们的泳衣吗？没有。